我其实有点看不太懂，因为今天礼拜二，现在下午我们在录影哦，4点多，会不会礼拜四早上最后照我一选以后，没有黄珊珊，没有黄国昌，没有林国成，会不会？我觉得我现在就突然浮现了这样子的一个 question mark。好，大老师认为不会有，司法不可能啊，司法主导国会改革哎、欸。现在我们先不讨论哪一个啦，我这样跟你说，会不会说国民党都没有了？对，就国民党明明要礼遇。但是基层的反弹声音超过了礼拜天在花莲的共识营。对，党主席朱立伦看起来并没有买单这件事情。哎、嗯，你过顶了，不是我党中央的事哦。他动摇了。然后不是他动摇，他本来就不是主导这个事的人啊。不，我觉得是基层反弹太厉害了。他没有，本来就不是朱立伦，是傅昆萁认为这样子才有62票啊。这个可以去问朱立伦，请康哥找朱立伦来问、啊。他聪明的话，主席应该给傅昆萁讲说这种事情不能。他不下指导棋、啊。听说傅昆萁只找15个人，然后做了投票。不是。在场愿意表态，因为他当主席，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表态。不，你听我讲，因为他当主席啊，大家都主席要什么，而且呢是公开举手表决的，所以呢10-5，这是叶元之讲的哈。然后呢，洪孟楷昨天装糊涂，他说不是10-5，听说他访问了，他是说远远超过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过程中起来发言的，如果你去检视的话，大部分是赞成傅昆萁。我觉得洪孟楷你乱讲。来，你们都不在现场，来，在现场，在这里。没有，我公司营是没有参加的。你也没有在现场。可是我对外说，公司营的结论我要接受，我是党团一份子。那公司营的结果就是说，授权党团三长去谈，去跟白银谈有关于兼这个招委礼让的事，结论是这个样子。我说我遵守，可是我要讲一个可是，因为就在昨天一大早，我就有一个朋友。早上七点半，我的手机上一些清晨7:30传给我，他说听说他得到了讯息，很 inside 的讯息，是要礼让财委会黄珊珊，我们都不以为然，请你一定要反应，会引起很大的反弹。第一个，他是这样子，这个人怎么会知道比你还有？你在财政委员会，你都不知道黄珊珊，他怎么知道？这个人常常告诉我，他怎么这个新那个，比如说《镜周刊》明天出什么消息，他是八大厅，很厉害的这个。他是立委吧？他不是立委，他是outside。好，那这样一来的话呢，我就要强调说，我的研究是跟我的服务处，以前是人家什么反应，打到服务处，昨天我是服务处跟研究室啊，都被打爆，真的打爆，就电话接不完。有一些很多支持者之前当然是支持蓝白合，因为他们觉得要拉下民进党。但是你知道，相爱不成以后就会有一些这个对情绪在心里，到现在还有哦。所以这几天不管是委员办公室，甚至我们议员办公室，你跟我搞没关系啊，也是路上就有人拉着我说，没塞牛哦，没塞牛哦，然后我还听不懂什么物件哦。后来知道他在说这个招委的事哦。我想很多蓝营的基层者对于过去蓝白之间的纷纷扰扰哦，甚至选后。选后虽然说右省在这边我比较不好意思，选后包括陈佩琪还有民众党很多人还在不断的去算这个账，说哇如果是柯政的话就怎么样怎么样啊，这一些都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觉得说各走各的路啊，各走各的路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多民众给我们的讲法了。但是未来哦，我们当然知道说在立法院哦，蓝白要合作，很多法案才会过，可是是不是用让招委的方式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再评估一下基层支持者的情绪，因为这个你有份的、啊、你是主张目前未来4年国会里头蓝白能合作就合作，而且让他一席又何妨，而且就是说这个人情在，也许你有一天我需要的时候你会回想一下这个。我的第一时间点我听你的这个高见、啊、我是不赞成的，但是呢，我后来听了你讲的很多理由，你的口才是很好。因为我如果忽略了所有其他人的意见啊，只听你的意见，我会被你说服。但是我后来再看看大家的看法，你又改变了。我还是觉得我原先的 gut feeling， 我从我这个心里头的想法是正确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不成议题。假议题的提案啊，因为国民党哈就让这么一席或者两席，有很多条件，财政司不这个法治司法不让，还有很负债其他条件。
我跟这个选前啊的蓝白合是蓝有求于白，因为好像白不进来，我当选不了。选后的蓝白合其实白有求于蓝，但是又没有那么需要蓝，所以白比当时侯友宜的蓝白合比较聪明的很啊，因为对他们来讲，这个需要性没有那么强，没有说我蓝白合的，我蓝白了以后就有希望。啊，没有和我从此就完蛋，没有这个，所以他们很厉害。他们什么？他们很够秀这个民主啊，因秀民主比国民党秀民主更加强烈，所以你实在玩不过柯文哲的啦。因为柯文哲这个人，还有柯文哲所带领的这个党，绝不会念之在之，你一度对他好，所以他将来有必要的话，他就会投桃报李对你好。这个党是不可能这样做的，因为他的属性不是这样嘛。